加油去哪欢迎实况刚哥海巡号喝大半啦第二集啦还有第一集推出之后大家广受好评、啊、上次还有人靠北说我们听不过瘾干你九分钟了还听不过影片九分钟了怎么样我不只是寻这个 PTT 啦寻 D 卡啦那种新闻下面呢我们很喜欢海海巡海峡中线直接给他穿过去啦Live Today 的新闻非常精彩。哎呦，这一篇来七月八号这个三立新闻这一篇呢、啊，买卖房还债自曝是缺钱，哦，立贝不舍哭了。哎呦，就看标题开始骂了嘛。先看内容先骂。记者会下这种标题哦，合理啦。哎、我们影片都下很耸动吗？你还不耸动，你们不来看？来一个 Ken 啊，我们直接名字出来了。以前喜欢看他自卑自卑的样子，现在变得很狂妄，很讨人厌，人设没有以前讨喜。你啊，自卑自卑，自卑。我俩小路子干你娘妈呀！我的家是恶心心，我看到就自卑啊！我这个莫忘初衷啊！你别一开始就安尼啦，什么自卑自卑，你们叫了自卑，我自慰自慰啦！现在变得很狂妄，人设没有前夕，讨喜，你今天有看呀？你起来都很狂妄啦！再次从我戏上的人设不是嘎哥，嘎哥，你看他们好棒吧，好丈夫去别的频道看。还有个来这个一万一万，这什么什么账号？每次看他们的影片跳出，马上按掉，一点兴趣都没有。不知道看他们有什么意义、哦。来列点哦，来一不吸睛，二内容没性竞争性，三靠网红业配赚钱，选择太多，为什么要你？你写的呗，马上按掉，你可以分析的这么清楚。你就是看完就是、不吸睛，哦看完你这个内容没有竞争力，你看完哦你又在靠业配赚钱，你没怀疑啥我一张。而且我知道为什么他会跳出来，因为就是有订阅你啊。啊不会啊，哎。你会跳出来为什么？你常看嘛，常讲啊，黑粉也是粉啊，没错。感谢你看啊，下一个啊，有一个安啊，安讲什么？一句话，小丑一个。我跳梁小丑，这是强生啊，小丑是正当的职业，跳梁小丑你规杠你要讲到五四三，尬拍给你转才叫跳梁小丑。好，再次证明嘎哥是跳梁小丑，不要污蔑小丑。注意了，注意的用词。下一个，装模作样不是炒 NFT 赚翻吗？是 CL 不是搞。死了，飞呀！犯错人了吧？道歉了，要不要道歉哦？ Berry 草莓就跟你讲，没内容的直播真不知道红什么。你别当时在直播啦，那边最近还是直播的啦。七月八号给我留言的，为什么在直播？直播啦！直播主 YouTube 你分不清楚，你们骂屁骂，暴力的嘿，老定酒老靠阿木家，老定酒老靠阿木家，丢丢妹啦！我是嘎嘎哥啦，小乐乐，跟我讲，跟我讲，缺钱还扩编能力，网红的逻辑真奇葩，一支影片还请那么多人剪接，再来哭喊没钱，当时一支有那么多人剪接，一支的就一个人剪而已啦，问剪接师傅就骂他哦，他一个人剪了好多支啊，谴责，来剪接师上字卡，谴责啦。过来今天长工阿老先生，工阿小来，不论什么颜色和什么形象，什么风评，没脱没卖奶就能存活这么久，听到名称知道是谁的网络艺人，也就只有他了吧。工阿小啦，工阿小啦，称赞你，称赞，吓死我了。感谢你啦，张老先生，玲玲，告诫玲玲。缺脑袋吧，不需要回应。那你回应，你回个屁呀、啊！怎么来的就怎么还回去。谁啊？黄耀明是公阿小，你在开导我吗？你他妈的阿弥陀佛吗？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吗？陈林秀花小姐公阿小，很认真负责啦。希望能为台湾发光发热，有儿孙的阿公阿妈会为你们夫妻祝福，勇往前进，让人幸福口福，好好爱家，好好照料小孩，夫妻同体协力，每个人有爱心，我们善良的老天也会帮助。阿弥陀佛，感恩啊！林秀花女士，谢谢你啦，谢谢。我姐林君啊。所以他们两个是谁？有钱开工作室，请员工搞服事业，所以呢，哭啊！所以呢，你哭啊！你在那考，你考没考五啦？我怎样弄工作室？我怎样请员工？我开服事搞副业，跟你讲清楚嘛！你搞清楚啊！你有在发了嘛？但你有看就看啦，别那假笑啦！不是啊，这种新闻啊，很多人都喜欢点进来那边骂两句，他也爽了。嗯，没错。然后后面呢？我们有说，我们这个卖房子是为了这个。成立协会，不，我告诉你，这种好新闻，他妈的全部没有声音啊，完全没有，留言只有十二则。现在 PPBS 哦，这七月二十一号，蔡阿嘎卖房逐梦哦，真相曝光，宣布重大创举，哭晕一票网友。以下两则两个留言啊，不是很爱骂来骂。王耀忠公的台湾死老百姓卖屋是活不下去，绿网红卖屋是因为房子太小住不下去。相信台湾，相信阿扁，公他小啦，关阿扁屁事哦啦！跟我接着来 ，Now News 这边是
卖房也要圆梦，蔡阿嘎生日抛震撼弹，他妈就十二个留言了，不准挨骂。勋勋，你还智障网红，你还智障啊？哎呀，光方面就是名正元素拿补助款而已的。哎，我有星星啊你，我有星星了吗？什么？他们成立了还没成立，他们申请补助款，等我有拿再来靠呗。哎呀，我等你来搞靠呗。拿补助款有做事要，你的靠呗。没错。许志祥。社会福利单位不都是高官或有钱人才会弄得搞钱或是洗钱？单位社会福利协会可以洗钱，可以吗？要打工来心力，你能卖来心力吗？要洗个钱，妈的搞协会多困难，那个财务全部公开透明哦，怎么洗？怎么洗？柯老师，你一点都不老实，想要利用协会赚钱。而且把他打那个协哦，协会协会，不是拜托你来新进矿吗？你用一下协会来塞钱来探钱矿吗？快谈，听我吧，谢先生，这个谢先生塔绿班卖肾也不值得同情呐、啊。好了，差不多啦，我跟你讲啊，逃不掉啦、哦、不管躲在哪里，新闻下面留言哦，嘎哥海巡一样开进去把你揪出来呀，全部一网打尽。这是重申的、啊，好，一些主观的哦，主观的评价，这个不谢，这个绿区啊，那我们不会回应的。没错，你可以骂啦，你那你爽啦、啊、我们就回应一些客观，不对，我们也回应很多了。嘉文呐，外频道火系三嘎哥就是这样啦，就这么 real， 这么 pure 啦，卖人家靠背啦，尤其那种客观的、喔、你们给我造谣，造谣最骂啦，妈，我最讨厌造谣的人啦。每个礼拜六那个直播造谣，那个熊鸡巴啦，我就摆明自己讲我在造谣啦，认真屁呀、喔，你认真个屁呀、喔，你心歪阴在干扣啊，看人家嘎哥你还靠背靠不，你认真个屁呀、喔，在领金那边看。你看大爱台嘛，他把两边给你看啊，他说我没有，他说会倒你看啊。以下开放这个，大家贴那个网址给我了。嗯，你去看看。快点，快点啦！欢迎贴啊，跟你贴又不贴，别人。对啊，你想看刚哥吗？又不贴给我看，拜拜。哎，刚哥结尾了。结尾了是这样啦，刚哥海星号喝大麦到啦，欢迎底下贴留言连贴网址啊。贴起来，大家就骂起来啦！就这样结束？结束了啦！分裂，有点精神分裂。要多分裂啊！有时候同一天上两部影片，要切换账号，结果切回去 live 还他妈嘎哥嘎哥，还提醒说：“哎、欸，不好意思，你现在不是嘎哥。”好，开始开始，看蔡康笑很爽哎、欸！你喜欢这种嘎哥人设是？干你抖 M 是不是？干死秃头啦！干你没命啦！两斤包都不爱干。称赞就对了，我可以脱，你可以脱，你啊，怎样乖乖啦？我早就拉下来了，为什么？没奶啊，没奶就他们乖乖拉上来，你有没有在想一下？太乖了。